好，规则说明：抢旗，然后模式、地图，我们选一个公园好了，比较公园，我们选最长的，废墟好。啊，废墟刚玩过嘞，那还有什么图好玩？最强的图，尼泊尔的圣所。哎，村落、村庄也不错。好，村庄最长。然后，露西欧，我只能玩露西欧。下，只能用露西欧。然后，露西欧的移动速度变10，这边60滴血。然后，战斗移动速度满的，但是白痴，治疗速度零好了。治疗可以开，我觉得不好。我们设50。然后不能用主动攻击，屏障可以开，那要2倍。好，然后这边在大厅规则，哎不对，模式的规则完毕。好，现在可以了。OK 了。村落有没有白天呐？晚上好好郁闷哦。给加吗？最后一盘了，等一下我要关了。前往。现在这个是露西欧龟速大赛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怎么跑那么快？等一下，跑太快了，跑太快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不是我要看到的露西欧，这不是我要看到的露西欧。我要看到的露西欧是长这个样子的。你们死定了，各位！尿尿，QQ。没关系，你尽管去尿，反正你也玩不到。要切换曲目啦，要轮流开。有看过大队接力？原来就是大队接力。好啦，怎么玩都行，对，怎么玩都可以。反正呢，哎干，忘了只射一分。等一下，只能射一分啦。这个要玩三分要死人了。一分。好。分决胜负，因为这个会玩得很痛苦。哈哈，露西欧这张图更黑，哎，真的哎，好黑哦，超级黑，我没有歧视啊，真的好黑啊。暗色系。哇，超黑，黑得发亮。大家加油！先开对屏，来轮流加速，右转。一号先，二号换我，三号加，漂亮。只能用右键哦，左键被封了。我们还没走出，已经过了30秒。我们先保护旗帜，左转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们直接攻过去。哎，分四二好了，两个人去守。他妈要走回来！哎，我发现我有点后悔。
这首歌了，提高音量。有听见吗？哦，爱死这首歌了。等一下，后面才好。谢谢你。没有啦，离开游戏是观战呐。嗨起来了吗？哦，大声点，哈哈，音量全开，音量转大点。Hello。Hello，Hello， 塔墙会不会加速啊？不确定。哦，我爱死这首歌了，音量转大点。塔墙会加跑速吗？哦，我爱死这首歌了。他不要墙。音量转大点。要碰面了，要碰面了。刚我怎么血怎么有120？不能。不能打不完。有听见吗？好恐怖啊！怎么我在前置？我没有在前置。我没有在前置啊！干，这不能推人啊，这人会爆炸。我们不要再闲置，我们很认真啊。我爱死这首歌了，提高音量。干他妈跳开！哦，好好好，也玩不下去啊，我们赶快返回大厅，不然打到死光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玩别的玩别的。跑速我们用个 50% 好了。50% 怎么样？行吧， 50% 可以吧。星星抢旗哦，看一下。全部都温斯顿。